喂，徐医生，我是宋燕。你说，伤员小腿骨折了，说不能碰，一碰又疼。是这样，现在温度越来越低，我们得赶紧把他送上山，该怎么处理？是开放性骨折还是闭合性骨折？开放性。有没有绷带和夹板？带了。冰冰，药包，来。先对局面进行加压包夹，减少流血。包扎之后用夹板固定住，不然下不了山。夹板和身体接触的地方要有柔软物垫好，然后骨折处上下两个关节要同时固定，限制骨折处的活动。先固定骨折的近心端，再固定远心端，把它两只脚靠在一起，然后中间加个厚垫子，用八字包扎方法固定。一定要露出它的脚趾尖，随时看末梢血液循环的情况。指尖如果一旦有发麻、发紫或发凉的情况，就要重新调整一下。知道了，谢许医生。注意安全，宋站长。没事，忍住啊，忍着点，姑娘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忍着点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别怕。现在温度越来越低，我们得赶紧包扎，把你送上山。一旦发生失温，现场的所有人都会有生命危险。盖上了，注意保暖啊。我的人间烟火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宋燕吧，嗯，他有那么好吗？你们俩都有十年没见过了，你想没想过，人是会变的。时间能改变的，是那些原来就不够坚定的。亲家，哥。我知道你想说我和他没有可能，可喜不喜欢和可不可能是两码事。那天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说那样的话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说的话都是你未来要面对的现实。有一天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该怎么办啊？我害怕矛盾，害怕冲突，我也害怕收拾残局。一走了之很适合我。可是我不想再做一个逃兵了，那样我会看不起我自己的。我知道，以我现在能力，还是解决不了很多事情。可是我不得不去面对，这些我必须要承受的结果。